第一代 OPPO Find X 发布已经是2018年的事，它为当时真正的全面屏手机，并且还采用了滑盖设计，目的是解决自拍，同时也为当初首款采用拥有高达 10GB 运行内存的智能手机。到现在，我们不得不再来回顾一下这款产品的下一代。最近有泄露已经爆出了新的 Find X 下一代产品，它被命名为 Find X2 系列，推出的产品不仅只有一款，预计将包括 Find X2 和 Find X2 Pro 两款产品型号。具体更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最新泄露和爆料。根据最新的泄露指出， OPPO 公司对下一代 Find X 系列现在已经注册了两款手机，包括 Find X2 和 Find X2 Pro， 型号为 CPH2023 和 CPH2025， 这些爆料均来自泰国 NBTC 认证网站上出现。在之前， OPPO 副总裁在微博上已经确认了 Find X2 系列存在，后来还并称它拥有 2K 屏、120Hz 屏幕刷新率与 65W 的 VOC 超级快充。现在泰国 NBTC 网站上出现了该型号产品，这完全与之前描述吻合。另外也有知名爆料达人也爆料称， Find X2 将具有 120Hz 的 WQHD 分辨率屏幕，并且还有 65W 的 VOC 超级快充功能。该快充可以为 Find X2 的电池容量实现35分钟内从 0% 充电到 100%， 这要比相同功率 65W 的快充的 Reno ACE 慢5分钟。回顾一下，在2019年里， OPPO 已经展示了它其拥有的 65W 超级快充功能，当时该技术可以在30分钟内将 OPPO Reno ACE 的电池充满，而 Find X2 充电仍然为 65W， 但充电延长5分钟，这就反映了新的 Find X2 电池容量一定是更大的，才致使充电时间有所增加。预估 OPPO Find X2 它的电池容量起码应该在4500毫安到5000毫安之间，其中还可以猜测到它的机身厚度一定不会再像 OPPO Reno 3那样浅薄。除此之外， Find X2 同样在屏幕上也采用了挖孔屏，并且还是一块 AMOLED 屏幕的曲面屏。该曲面屏它向边缘弯曲有80度，用作于增强观看体验。根据泄露还显示，这次它的前置镜头挖孔区域更小，相比 Reno 3也更有诱惑力。另外，来自网络传闻爆料称， Find X2 和 Find X2 Pro 将会配备 6.5 英寸和 6.7 英寸的屏幕，他们采用的芯片为骁龙865处理器加 OPPO M1 协助处理器结合使用，还预计 Find X2 系列会使用上 LPDDR5 和 UFS 3.0 重出的支持，并且版本重出容量规格为 128GB 起步。现在 OPPO Find X2 系列已经有泄露指出可能会采用后置三摄或者是四摄，并且网络上也有网友放出了它的后背板渲图像，虽然无法确定它的真实性，但 OPPO Find X2 系列一定在摄影上表现非凡。据推测， Find X2 采用的后置镜头中会有使用来自索尼的 AMS689 和索尼的 AMS708 传感器，其中 AMS689 可能是由 OPPO 和索尼共同合作开发的4800万像素镜头，而索尼的 AMS708 传感器被认为是最好的超广角镜头，它可能就会出现在 Find X2 系列身上。同样， Find X2 的第三个长焦镜头也不会缺少，它可能是一个13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在前置镜头上， Find X2 系列的前置镜头都可能搭载32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该机发布时间现在已经完全泄露，黑豹为英文版面，发布时间将于2月22日，地点为西班牙巴塞罗那。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